嗨，大家好！哎呀，是的，没有错，今天没有片头了，我们就直接来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对，我想要直接开始吃了。OK， 好，会不会有点混？没关系啊，试一下没有这个片头的。哎呀，是的，没有错，今天又是来吃这个脏脏包，一样是这个嘉轩的。上次不是吃过那个五颗巧克力的吗？然后他最近出了这个抹茶的，但这个一颗要60块，很大颗。上次是五颗才放满，这次3颗就放满了。他的那个面包啊，也是用不一样的，感觉是比较 Q 了。我刚才拿起来的时候。OK， 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个应该比较不容易吃腻啦，因为抹茶嘛，你知道，苦苦的。OK， 就这样，开车好不好？超大颗，外面超吵，吃起来完全是不同的风格。应该是比较松软的面包，腻感比较不那么重。内馅的话，好像我觉得抹茶比较好吃，腻感比较不重，然后内馅还有点是什么酱，卡士达。嘴巴这就是变绿，哇，跟巧克力吃起来真的差很多，完全不同的风格。我觉得它哦，表层的酱比较不会那么腻，像巧克力就是巧克力酱再撒巧克力粉，就腻感比较重。这个目前吃起来就还好。喝点绿茶，好吧，这没有错。我剪了个头发，这一次剪得非常的短啊，不错不错。OK， 下一颗，它一颗真的很大哎，这个。这次有替宇教训，我也相当是买5颗，5颗吃完真的太恐怖了。还有就是这个刚好也比较贵，好吧，1个60，我也舍不得一次买5颗。现在这种撒很多粉都会叫脏脏什么的，目前我吃起来我觉得这个比巧克力的好吃，而且它的面包也不同啊，这个是 QQ 的面包，啊，另外就是可颂嘛，不过这个真的是一颗就可以让你吃吧，没有问题的，太大颗了。现在还在金门这几天，我应该会多拍几部，一个礼拜上传2部。因为回台湾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剪片了嘛。OK， 最后一颗非常的巨大，啊，看这个画面，一颗差不多就一个盘子了。还想吃一点咸的卤味。就是比较不脏啊，就是一些绿色的粉。中间的这个奶油还不错，再加一点橘子味，稍微叠一点蜜吧，当然是不够了。来谁？吃完甜食，我的这个状态都是有点疲惫。甜食到底怎么吃落，我真的是办不到啊！总体而言绝对是 OK 的啦，但跟巧克力吃起来就是完全不太一样。但你问我会不会腻，好不好？一样是会腻。我觉得吃一颗差不多了，因为它真的很大甜，1颗60啊，这个 CP 值是没问题的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对 ，OK， 感谢各位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